经典家常菜，健康大改造，风味全国的大盘鸡，哪些特点让人担心？多健康啊！问题在于你的做法，蒸土豆它很健康，但是我炸薯条又不健康了，对不对？改良版大盘鸡，低脂低糖低碳水，怎样的改良？这新疆菜大厨频频质疑。这个西红柿怎么跟大盘鸡配到一起的？番茄酱不就更好吗？大盘鸡不用油爆能香吗？大盘鸡的改造能否成功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今天我们回家吃饭栏目呢是经典系列啊，经典家常菜之健康大改造，既要在厨房里呢还原经典家常菜最正宗的做法，同时呢也要带来干净又卫生、方便又快捷，同时更营养更健康的制作方法。那么说到营养和健康，怎么能离得开我们的营养师？先来认识今天我们的营养师陈培毅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营养师陈培毅。首先咱们要改造的主题啊，它是用鸡肉做的。这个经典家常菜经典到哪儿呢？就是一端上来有主食还有配菜，但是这个菜我一直吃的时候，我觉得既经典又挺健康的。陈老师干嘛非改造人家呀？人家挺好的。您得先说说这个菜叫什么，我才能够说它有什么毛病。哎，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猜出来没有，刚才我说了一锅烩，又有主食又有辅食又有配菜还有鸡肉，是什么？有的说黄焖鸡米饭，这是全国都有的。那我再给你点提示，它打底的不是米饭，是宽的这个皮带面。对了，大家都知道了，这是大盘鸡。新疆大盘鸡，20世纪80年代起源于新疆公路边饭馆的江湖菜，主要用鸡块和土豆块炒炖而成，还会与经典的皮带面搭配食用。大盘鸡色彩鲜艳，滑爽麻辣的鸡肉和软糯甜润的土豆，辣中有香，粗中带细。目前大盘鸡已经风靡全国，但它有什么健康问题呢？听听大家怎么说。非常喜欢。喜欢，很好吃。喜欢呀。大盘鸡挺好吃的。健康啊，鸡肉营养又美味。大盘鸡里头的鸡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。健康啊，好吃又下饭。它的不健康就是因为太好吃了，每次都让我吃得很撑。多健康啊，这有土豆，然后女孩也爱吃，有青椒，还辣的，还有鸡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问题在于你的做法。做法不健康它就会出大问题。煮土豆蒸土豆它很健康，但是我炸薯条又不健康了，对不 对？它烹饪的过程决定了这道菜啊它健康还是不健康。能不能改造特别成功还真值得期待。闲言少叙，欢迎今天的二位大厨上场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二位呢在我们这儿都不陌生，咱按规矩先做个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于乌鲁木齐的大厨，我叫王明。一会儿王大厨就给大家展示一个经典家常菜，这大盘鸡到底正宗的怎么做。接受我们今天改造挑战的呢大伙儿也熟悉。大家好，我是粤菜大厨邓建飞。大盘鸡啊，其实我个人就很喜欢吃。我今天带来这个呢是根据粤菜饮食的这个观念，比如说少油啊，然后少盐，然后去改造，我觉得它会更健康。陈老师，今天咱们俩您也姓陈我也姓陈，这个咱们俩是组成了一个就是挑错二陈组，咱俩是一伙的。咱先请王大厨给大伙做一正宗的新疆大盘鸡。我们选用的是三黄鸡，剁成什么样的块？多大？2到3公分的块。好。OK 了。好，这个鸡肉呢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质啊。陈老师，你看它这皮儿都是黄的，这是什么呀？如果它那皮儿是黄的，我觉得应该可能是它的这个皮下脂肪的这个鸡油，因为你看咱们有的那个鸡汤炖出来上面一层那个黄的油，对吧？所以这个鸡肉应该吃起来特别香香。但是邓大厨既然要改造，咱要健康，脂肪含量要少下去。
来接着做。咱们切点料，我们切的这个葱呢就属于马耳葱，蒜嘛拍一拍，姜也是大片啊，土豆也是切大红刀块。这土豆来自咱们那个打板城的，这地儿我知道啊，知道。有一首歌啊，打板城的石头硬又圆呐，西瓜大又甜呐。打扮成的姑娘是辫子长啊，两眼睛真漂亮。对了，这个打扮成的姑娘很漂亮，打扮成的西瓜呢很甜，那这打扮成的土豆好在哪儿呢？和大盘鸡融合的时候呢，它容易起沙，就是我们在捞汁捞面条的时候呢，能挂着薄薄的一层汤汁。钱老师，从营养学角度来讲，说明这土豆具备什么特质？本身如果这个土豆它自己起沙的话，我觉得有点像一个自来芡的这么一个作用，含量高。对，一个自来芡，这个汤汁自然就浓稠。嗯，这个浓稠的汤汁在包住这个鸡肉，吃起来味道特别鲜香啊。青椒是新疆的螺丝椒，叫我们叫螺丝辣子，也是新疆带来的螺丝辣子。对，这个的特点是什么？很辣吗？辣，然后出那辣椒的那个清香味。嗯，好了，我们就开始操作。好。哦，这倒油了。对，烤点糖色。目前看来，营养学角度来讲，优质的蛋白质，一点点脂肪。不啊，它不光是油，而且还糖啊。嗯，油糖混合物这是。对呀、啊。它的上颜色嘛，大盘鸡我们说的红亮，很红亮。嗯，一定不会是大盘鸡本来的颜色，它一定会上糖色。咱就给他们来一豪横的，让他们豪横的。不是，咱俩不是一头的吧？咱们俩是组成了一个就是挑错二陈组哈。咱俩是一伙的。哦，对，现在你们俩是一头的。我就是谁给我弄吃的，我就跟谁一头。这人。刚才他首先第一个就到了食用油这个板块，我们知道能量炸弹就是食用油。第二个他又放了糖，油糖混合物其实就是造成我们肥胖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。关键还是再看看他后面怎么来去处理这些。咱这个糖色加一点水哈，颜色变得非常非常的红润，纯粹。然后我要炒鸡，我估计还得下一遍油。这个油量就不少了，那肯定的。下鸡，哇，你听那个声音，这个环节是展示经典大盘鸡，请王大厨来，就是给大家作为正宗的，你们还挑那么多错，常态的环节，就我一个人吃。馋你们，把鸡肉的里面的水分给它煸炒出来，那料酒。放点花椒，嗯，大料，放三颗线椒，辣椒酱。这个辣椒酱是什么辣椒酱？这个辣椒酱是我们当地的一种，肉辣椒，也叫做米粉椒。这个辣椒呢，它是出色的，放点辣椒酱，它的颜色就出来了，哦，对吧？葱姜蒜，我们上糖色。哦，这时候才放。对。我加水啊，鲜盐，作为一个新疆菜的王牌大厨，这个菜经典的魅力在于哪儿？他把鸡肉和咱们的蔬菜主食合三为一了。家庭聚会也好，闺蜜聚会也好，好朋友聚会也好，喜欢吃土豆的有了，喜欢吃鸡儿的有了，嗯，喜欢吃面食的有了，也有了，也有了。下土豆，时间差不多了啊！哎呦，真香！五六分钟。您觉得现在咱这大盘鸡哪些地方有高了，或者怎么着？土豆富含钾，富含膳食纤维，对我们的肠道都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。但是您这个土豆不是当主食吃的，土豆是当菜吃的，所以这里头你的碳水就高了。嘿，来，我们把这个螺丝椒加进去，加点鸡粉哦。我们再放入太太乐鸡精。好嘞，出锅，大盘鸡来喽！哇，加面吧。加面。
这就是大盘鸡的灵魂伴侣皮蛋面。那个陈老师，这大盘鸡这么美味，还能再挑出点什么错来吗？就是那面条不是金白米面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金面它本身就是它的这个血糖指数很高啊。用现在这个健身的人的话说，它叫是一个快餐啊。对，其实我们还是推荐大家吃点杂粮。二位都还糖健康吗？还健康。那行，那咱们正常开吃。王大厨做的确实非常好吃，让我语无伦次，流连忘返。大家可以看这个土豆啊，真的是一看上去很明显的一夹就断，特别粉特别面的感觉，就是特别好，而且很入味。再去改造的时候，我更适合追求健康的人，但是经典它永远就是经典。看王大厨做这个菜，就像这个苏东坡的词一样，要关西大汉至铜板唱大江东去，都是豪放型的这个做法。从营养学的角度由陈老师打分，口味的角度呢邓大厨打分。3、2、1。王大厨，哎，这个分数呢出乎意料，从美味的角度来讲邓大厨给了一10分，大获全胜。但营养学的角度陈老师怎么来个7分呢？扣在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，那么第二分呢就是扣在它的这个炒糖色用的这个大量的糖上，第三个呢就是拿这个土豆啊当成了一个菜，所以呢这3分呢是扣的，服还是不服？我们来看一看王大厨这个传统版大盘鸡的营养元素的水平哈。我们以100克为例，每100克大盘鸡当中的热量是155.6大卡，它的这个蛋白质啊是12克，脂肪呢是8.3克，膳食纤维呢是0.4克，碳水化合物呢是8.2克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，大盘鸡呢服，但是从经典家常菜的角度来讲，经典的新疆大盘鸡，我相信永远会让我们大快朵颐。严选鸡肉，安心尝鲜，太太乐三鲜鸡精喊您回家吃饭。将大盘鸡切块，葱切成马耳状，开整蒜，切姜片，土豆、螺丝椒切大块拱刀，开火倒油炒糖色，盛出备用。热锅加100克油，油温8成热，放入鸡块，将鸡肉中的水分煸炒出来，倒入料酒、花椒、八角、线椒、辣椒酱、葱姜蒜，加入糖色，加水。没过鸡肉，加盐、胡椒粉，盖盖冻煮20到25分钟，开盖放入土豆，盖盖再冻煮5分钟，加入螺丝椒、鸡精，翻炒出锅，加入皮蛋面。这里换个重点，放入鸡块一定要煸炒出水分，加用楼灶大火翻炒5到10分钟，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。下边就到了大改造的环节，我们请邓大厨掌勺吧。来，好嘞，好期待。好，接下来就是经典家常菜的大改造环节，把重油重糖重盐的大盘鸡呢要改造的更具亲和力。王大厨时时刻刻在，他会在口味上严格把握您的啊。好嘞，你看我们选用的这个是鸡腿儿，大家出去市场上就随便就能买得到的，要把这个鸡皮要去掉哦，减少它的脂肪，就是一撕就行。你看从这个开一个小口，腌住一扒就开了。两个鸡腿呢大概是这个400克左右，然后我们去掉了多少脂肪，特意带来了一把克哨。呵，你看啊，86克差不多。来乘一下这数，看一下我们去掉了多少脂肪，0.86×440，3624×2325，360左右。我们也要大块，
然后我们现在呢要烧一点水。好，我发现这个跟刚才王大厨的不太一样，过一下水呢，让它这个多余的这种脂肪啊，让它再煮出去一点。哇，那大厨，你大盘鸡不用油爆，这个过水它能香吗？其实血是很腥的，油爆了之后它就不会那么腥，但是我今天不用油爆，你的血水就必须要吐出来，腥味就不会那么重。然后它是一个运动的鸡肉，口感会更加接近一些。还是选一个活肉来是的来做。随着这个血水的煮出，还了鸡肉一个清白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还是需要拿去清洗一下啊。好嘞，您去吧。嗯。我们这个鸡肉呢也清洗完了，很干净。然后我们就准备配料。然后传统的我们看土豆，给它切大块。你这个肯定不是打板成的土豆，这个是门口市场上就有的土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会加入这个杏鲍菇。嚯，陈老师，杏鲍菇咱知道口感其实吃跟吃肉是挺像的哈。对，而且呢，杏鲍菇呢它里面含有一种东西叫做水溶性膳食纤维，它比膳食纤维的这个去油的作用还要好。嗯，这时候又切了点红椒和黄椒，又放了点洋葱。啊，全哥，这个时候可以帮我做一点点水。好嘞，这个辣椒其实没有那么辣，更适合老人和孩子。青椒啊，辣椒它维生素含量还是很高的。这个是那个王大厨没有的。我们要把西红柿去一下皮。皮，一烫。疑惑满满，这个西红柿怎么跟大盘鸡配到一起了？因为番茄的一点点酸，然后在这个炖煮的过程中，它能让鸡肉更酥烂。对，来，咱们继续进行啊。你看我们这个番茄呢，一定要选择成熟一点的，酸度低一点的，就出沙的。对，你还是要取它那个颜色。就是这种带沙的这种西红柿呢，它实际上颜色应该是粉色的，粉色上面带一些白色的点。对，这样子的那个西红柿呢，相对来说呢，它那个沙性会特别好。我们现在锅热了，加入油，但是这个油是我自己备过来的，这是茶籽油。然后这个油呢要控制在10克左右，把我们这个鸡肉放进去。好，先炒一下。哎，刚才王大厨要用这个糖色来找它那个颜色，我会用这个番茄找颜色，找这个颜色。番茄酱不就更好吗？番茄酱，但是我们市面上买的更多的番茄让它带糖。对，我们这个是原汁原味，我们还是要放上辣椒，大料，然后我们放一点花椒，两片香叶，放进去继续煸炒。卤大番茄，先弄它吧。葱放进去，把这个蒜也放进去。我们这个时候还是要把辣椒、葱姜、蒜的味道炒出来，完全没关系，没问题。是的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还是要加上一点料酒。好，我们的太太乐料酒。特级的红烧酱油。我们红烧酱油呢是用优质的黄豆去酿造啊，所以它的这个颜色包括味道都极鲜。你看颜色就上来了，番茄也看不见了。哎。最起码像咱们刚才那接近那劲头了，是吧？还差远了。哦呵，可以。王大厨，一会儿您尝味道。哎，好的。邓大厨，哎，盖上锅盖这么一焖吧，需要多长时间？我们大概在10分钟左右，我们加入土豆。10分钟也到了，咱们这样把配菜加上啊。我们把这个土豆放进去，调点味，加点盐、胡椒粉。红烧酱油，我们盖上锅盖，再焖个10分钟就可以了。把这个配料放进去。到现在为止啊，形神还是都具备的。你看，出锅了。可以的。咱们也按照刚才那个大盘鸡的精神，把面下上。对，我今天下的面呢是不一样的，这个里边呢是3种面，加在一起的。啊，都有什么？鹰嘴豆，鹰嘴豆磨成的粉，玉米面，1/3的这个白面，然后让它更筋道，口感上还是要贴近。对。
怎么样？从口味的角度来讲啊，颜色虽然没有那么浓郁，味道还是不错的。那就从健康而言，我倒是觉得点睛之笔是这个杂粮的皮带面，吃起来呢，糯糯的，最主要的它好消化，对健康有好处。来吧，三、二、一，请打分。啊，好，您觉得啊，陈老师在健康角度给咱打了多少分？我觉得陈老师肯定是十分。确实十分，你觉得这个王大厨一到五分给了你几分？啊，没有，一到五没有六到十啊，你觉得是几分吧？我觉得最起码有个七八分吧，这自信我还是可以有的。可以，王大厨呢给你打出了七分，扣掉的三分的理由是，首先大盘鸡它属于地域性的这个一道美食，一个是大，第二个呢，我觉得是鸡的品质，广厨也特别讲究是食材的品质。第三点呢，我觉得缺少了咱们新疆大盘鸡这个辣味儿和花椒的一个麻味儿，啊，这是我想说的。陈老师，您再说说这十分的缘由。为什么打了十分呢？从能量的这个角度上来说，吃您的这个大盘鸡的人均消耗呢是1534大卡，邓大厨的这个呢是561大卡，也就是说我吃您一份，我要多跑一个半小时。所以这个十分呢，就是为这一个半小时，您可以不用跑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道菜的营养元素水平的对比，还是以每100克为例。从热量上来看呢，传统版的大盘鸡的热量啊是155大卡，比改良版的呢多出57.2大卡每100克。在脂肪上面呢，改良版的大盘鸡啊要比传统版的每100克少5.7克，因为多加入了杏鲍菇呢，改良版的膳食纤维的含量啊比传统版呀要高1.5。另外呢，我们关心的碳水化合物上等，改良版的碳水值啊比原来的多了4.4，但是因为鹰嘴豆玉米面的这个加入呢，吃完这个面之后呢，血糖的上升减缓了。大盘鸡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家常菜，一定原因上满足了当时的这些重体力劳动者啊，快速补充能量、补充碳水、补充营养的这样一个需求。邓大厨的改造呢，也是通过这样的制作方法，既满足自己的味蕾，又能够保持健康的身体。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正确的做法。将鸡腿去皮切块，烧水放入鸡块去籽去腥，捞出清洗沥干。土豆大块滚刀切，杏鲍菇滚刀切，切彩椒、青椒、洋葱。水烧开，放入西红柿烫退皮切片，热锅加入10克茶籽油，放入鸡肉煸炒，再放入番茄提色，分别放入红辣椒、花椒、八角、香叶、葱、蒜、料酒、酱油，加水盖炖煮10分钟，开盖分别加入土豆、杏鲍菇、盐、胡椒粉，盖盖再炖煮10分钟，开盖加入洋葱、彩椒，翻炒出锅。这里给大家画个重点，用番茄代替糖色提色，番茄一定要去皮，如果省去这个环节，番茄皮在菜中口感会很差。严选鸡肉，安心尝鲜，太太乐三鲜鸡精喊您回家吃饭。来，王大厨先来。哇，就这个邓大厨的话语之间充满着一种挑衅。王大厨先来。邓大厨，您也是久站回家吃饭的厨房，咱不能说作废了啊！是大盘鸡，一定要记住什么叫大盘鸡。哎